继续收看魅力舞台。好，来继续咱这个时间段，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是啊，咱的电视前的这爸爸妈妈，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用餐愉快。系，爱阿凯甲慧琪甲咱主持这六点钟的时间，嘛希望咱电视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小宝小女啦，这首歌吼，大家人爱啦，啊，听歌人人爱啦，爱去报厝边隔壁来欣赏性格卫星电视台，安尼好不好？好。来，啊，咱今日来自倒位朋友呢？大一帮的好朋友。好朋友，欢迎你们！咱来自北部的咱的乡亲们的这位，也挥挥手，挥挥手，咱的钻石歌友会，哇，大家拢男个帅，女的美吼。对呀。哦，你敢知因要来参加咱这场吼？你敢知真正是真正有较辛苦淡薄。较辛苦吼，坐高铁落来的呢。哎，专工拢往那开。我那有开挂哦，开挂来回，坐高铁来回都拢几啊千。只有65岁以上的亚洲，65岁以上哎。卖呀卖呀，这拢我讲坐车拢半票。无啦，咱啊只坐你咧半票，阮伫阮这时，阮大家嘛拢恭喜嘛，家己也笑咧。啊，这里有65哦，哇，这么美，这么年轻哎。大家准备一下哦，哈，等下这两点钟就好好来表演哦。嗯。咱的性格电视台拢爱看恁哦，哈。嗯。这两点钟，咱大家好朋友加油一下哈。啊，这应该拢基本上拢有定定咧表演啦。对，看这个样子，应该是常常在表演。应该是，应该咱北部的兄弟台，咱的天龙应该我那捌去过。对，都常常去的。所以张斗人。卡定迄个阿聪阿，迄个聪当聪当的都卡定讲你咪来，哦，好，阿叔有生活欢喜哦，呵呵，表演哦，好，好来，哎，记得哦，废话不多说，来赶紧歌曲都甲安排落去啊，啊，咱电视前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会记得，那如果唱歌你都有兴趣，还是讲任何参加，会记电话哈，拢总12-0800-0600。五八0800-0600-5858，会给你唱歌的定数包含的报名免啊报，真简单卡定来做询问就好哈。啊，是咱直接找咱的侯小姐，直接卡伊的专线，伊的专线是0537011999，好的，大家都会常常有99。好的，来，啊，咱赶紧咱来做咱的八宝的咱的钻石歌友会哈。是的，这我那成立真久啊，安尼吼，泉州人人爱啦，有影。大家也要选这个甲买咯。恁讲恁的团体哦，还佫有要分化出来，佮黄金呐。黄金嘛，黄金歌友会。黄金歌友会，啊，甲泉州加做位叫泉州黄金吼，赞啊，给大家来哦。来，第一位又到咱的这个陈胜大哥，也佮咱的美红姐妹来安排第一首的歌曲。心爱，安怎？三阿伯讲，心爱，心爱，讲三块阿伯讲好来，感谢着我的婚礼的红豆流行法，激素的洋装啊啦，吼，啊这大细领拢有。这是贵叔的，贵叔的啊，这贵叔的啊，吼，红豆流行法，雪纺纱，激素，激素好看，有人爱穿迄贵叔的，吼。对对，咱这阿姐啊，要爱水哦，吹红豆就对啊，哈。来，继续要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心爱，卖离开。无山无中的雨水，
陪你一段情路最上真。恁两个那算这团的代表，应该是你是团长的款哦。对啦，哦，算会长呢。啊、哦，这个恁成立这个钻石歌友会，它有偌久的时间了？哦，快十年了啦。快十年了、哦。啊，咱以前当当时的是，咱当当伫咱北部时咧唱歌，啊，恁敢有咧做公益的表演无？啊，有啊，有有。哦，在北部吗？哎、欸，对。拢唱迄、那个，比如讲老人会啦，是。对。對哦，啊，佮一寡外口的表演吼。对呀、啊。哦，袂歹呢，恁安尼。算讲完啊，拢退休啊，吼。有一些还没有退休了、哦。我们是半退。哦、半退。半退。半退。对啊，半退。啊，所以讲，会呐做公益，啊会呐唱咱的兴趣。唱歌。所以你应该最爱唱歌吼。嗯，对啊，唱歌就是娱乐嘛，就是让我心灵跟大家得一个好的一个唱歌的表现。啊，恁的团员还有偌济人？哦，钻石歌一万多个，一万多了。哇，这么多嘞哦。嘛，过来签安尼啦！你是安那去招遐侪人来呀、啊？哦，怎么约的？是朋友约的。安尼你可能转台湾上大团的啊！还好啦，因为 U B 有进进出出嘛，就大部分都哦，所以讲他们的团员有一万多人。但是我想问孟姐，陈会长，恁一开始成立的时阵，恁的人员才有几个？三五百个嘛。哦，一开始都三五百个啊！哦，哇塞！啊，阮北部吼。真正就需要恁领导牵线啊！啊，爱唱歌尽量做你叫伊来找我，啊、我会甲安排。好，我甲安排看要暗时啊，十一点啊，两点啊。阿凯跟美女在性子也都表现非常好。不敢当了，我还在学习。我就较顾念啦，我不较搞啦。常常听到你啦。哦，真的，谢谢，感谢爸爸在领导牵线哈。好，谢谢陈会长，谢谢会长，啊，感谢会长。
好。哦，咱这个北部哦，这真正这话是咱的。哦，这神拜呢，这话是咱的贵人啊。贵人，哎，真的呢，你想哦，一成立就可以三五百人，那个魅力有多大？对不？真的很厉害。啊，会长这个像啊，你的团员绝对也袂嘛袂晓哟，袂输嘿，袂输，绝对是拢很赞的，又多的。好，啊，第四首歌曲叫做。哦，那易如呢？哦，他说他有那样子的年纪，我还真看不出来。是啊。易如被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观音》。
姐姐，真的，谢谢，谢谢。好像看到你，好像是现在小孩子做流行的一种叫做什么啊？咱说讲这个动物版的一种哦，动漫呐、啊啊，动漫美女，拿一个 Q 版的有无？对呀、啊，真实的 Q 版的一家，真的呢，你请来做成动漫画来对，女主角呢，好像啊，真的吗？啊，这马囡仔偌沉迷，你干嘛动啊？这个是你看电视节目，拢一挂时段食，不拢囡仔在看。真的啊，啊好可爱、喔。哎呀，你们真的很棒呢，很费训呢，你知道不？哎、欸，现在还能够穿成这样子，真的得爱心仔好。对。哇、哦，等于真的就是要有这样子的感受的那种心，嗯、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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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棒，哎呀、哦，很棒，装可爱，装可爱很棒啊，对对对，一如既往，啊，你是太，歌声也好，啊，身材也好，啊，过来吼，啊，打扮个更加好。你有穿安那种几只三高那个高铁不？没有，我、哦、没有，现在年轻人都这么穿呢。做公益会啦，哦，做公益就这样子穿哦，好棒，陪伴长辈会哦。哦，赞赞赞赞赞，谢谢、哦、有你们真 好, 好，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常来哟、哦，哎，常来，好，哇，好漂亮，嘿呀、啊，当情人嘞做素颜呢，继续有的呢，必将要来安排后首好听的歌，就讲第一摆呢，第一次啊、哦，第一次上电台呢，第一次献到咱新的电视台了，免紧张免紧张，咱顺其自然就好，咱呢必将要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相思迷。
不知呀，你这么长，也是真心答应。等来孤单冷，风子泪痕。想你的心是这么酸，清风吹。大姐，阿娇姐，你讲你第一摆，我无啥相信呢。真的啊，你我是第一次来，没错啊。哦，你的歌声很好呢，你的歌声无输歌星呢。还好还好。哎，完全拢未怯场呢，干嘛讲会紧张？我很紧张。哪有紧张？哦，哎呦，紧张啊！那开心，你真的是好像感觉说你是老手啊。没有啦，我是第一次来，真的，我是来客串的。啊那个，那个有没有抱朋友来看？有啊有啊有有有，跟朋友问好一下。我们是歌唱班的，好、哦、跟那个我们那些歌唱班的，对，都跟他们问好一下。不是啊，跟电视前的那些好朋友。电视机前的那些，我们的歌唱班，好美歌唱班，还有艾丽老师歌唱班，还有我们的吴里长歌唱班啊、大家好。这样就好了，我很紧张，我很紧张。好，那你休息了。okay, 好，那你休息哦。真的不用紧张啊，这个舞台是属于我们大家的，对不对？来，继续由到咱的这个安诺呢，是咱的苏慧杰，要来安排一本的歌曲，叫做《保存》。
辛い苦苦しちつくちの千両万両の笑顔がつみに谢淑慧姐哦，你唱的日本歌好好听哦。哦，头一次哈基梅的。哦，第一拜哈。对。阿水公，你第一次我访问还是第一次来唱新集？第一次你。真的啊？对对。啊，你来新集电视台有多少次了？可能是5到6次吧。真的哦。哎，对，好像。你唱歌好好听，谢谢你。那个日本的味道，好像你好像在歌曲带领我们到日本玩的感觉。哦，谢谢你。要去日本九州啦，日本去走完哦。啊，你这个这件服装是真的从日本过来的吗？嗯，在网络网购。网购的。哎，对。啊，你有去日本住过吗？没有住过，有去玩过。哦，啊，那为什么你那么热爱日语呢？哎，从以前到30出头吧，就蛮喜欢学习。哦。对。你唱个日本那个味道是也当恭喜。很有那个日本的味道，爱唱，真的唱得很棒哦，谢谢你，很棒的表演，谢谢你，谢谢，感谢，哇，真的是好像我们感觉到我们已经到日本去看那个那日本的那一挂那一挂那工艺就要表演不，那感觉日本电视台要转来一种感觉，啊，所以咱电视台爸爸妈爱学手怪人，爱记哦，尽量来报名哈，继续。由咱的民和大哥要来安排，赶快是日本的歌曲哦，来共同欣赏，谢谢。柏崎朝さ
下届くよ。投げに届かぬこの思い、里の日暮れの荒いそなぎには私あたが身寄せては返す。あなたあと音たおけさ流しのかがり身に思いを壊した。赤い尺投げ咲く岬、里のズバメは千里の海にも恋の翼って越えれと聞いた。前は切ない雪の旗、あなたに会いたい。海の朝だよ里の島、明哥大哥，你唱歌日本歌嘛足到底的呢？无啦，这其实哦，你若如果搁亲像阮这个苏慧姐啊，唱日本衫哦，我会当作日本人呢。真的啊，日本人拢关东潮安尼尔呢。我嘛唱过。但是你若唱过日本的和服吼，啊，穿个日本的目镜来唱这首歌，人会当作日本人。真的唱得很棒。你唱日本歌唱几档啊？我嘛歹讲，这三十几岁。你唱歌的迄个日本歌的演歌吼，演歌，迄个鼻腔甲头腔共鸣，用啊足好呢。无啦，那。无啦。哎，有赞呢。无啦。你唱歌有够好听。无啦。哦，真的。无啦，卖。真的好听。无啦。好听。啊，好听，敢要搁后摆？你第几摆来啊？第三拜吧。第三拜呢？第三拜。哦，有一拜，两拜，有三拜，有三拜，有四拜哦。哈哈哈！谢谢啊，感谢好你好滚哦，来谢谢，好你好滚，要我继续唱呢？要我继续哦？不，哈哈哈！哈哈哈！好了，这我唱的日本歌，就没人讲说不上啊，就是好啊。人讲是零缺点啊、哦，来继续由着咱的这个阿诺呢，是咱的美红姐跟咱的啊陈升大哥为了安排合唱的歌曲，来哦。昂波昂阿波，
青春有啥人来保护？躲在温暖的床头，是去相逢的当初。若无你的心连心，才觉所有的痛苦。不知生命有啥人甘愿用度？但是今生就注定今生要行同路，我要永远做你的梦，用幸福予你做纱布。我要一生做你的梦，用香烛予你纱灯光。我要予你披上有外套，双手做你的枕头盖。将一生甘阮命赌，不惊天的弯道，予咱无分无怨来到老，感谢我路，今生会当甲你双双做翁仔某。青春有啥人来保护？躲在温暖的床头，想起相逢的当初。若无你的心连心，才觉所有的痛苦。不知生命有啥人甘愿用度？是今生就注定今生要行同路，我要永远做你的翁，用幸福予你做纱布。我要一生做你的梦，用香烛予你纱灯光。我要予你披上有外套，双手做你的枕头盖。阮将一生甲阮命赌，不惊天的弯道，予咱无分无怨爱到老，感谢我路，今生会当甲你双双做翁仔某。我要永远做你的翁，用幸福予你做纱布。一生做你的梦，用香烛予你纱灯光。我要予你披上有外套，双手做你的枕头盖。阮将一生甲阮命赌，不惊天的弯道，予咱无分无怨来到老，感谢我路。今生会当甲你双双做翁仔某。我讲咱的这个咱的陈大哥加这个张姐吼，恁两个拢做好穿衫呢，嘿，衫特殊衫拢做好看，啊，这舞台顶管咱讲最亮的仔啦吼。来，继续有咱的民生，要来安排后几首好听的歌曲，《恶作的好声》。
声，用阮心做主，坚定向前，出泪滴落土。放弃当初，了了爱付出，甘日子变辛苦，想当初如何来弥补？也叫爱的什么缘故，有阮暗示我，我的心要牵对落你的绝情冰冷的心窝，只好来看破，祝你幸福快乐。Sayonara Sayonara， 惨着雨水，不愿想起失去你，人生要如何？用阮心做主，坚定向前，珠泪滴落土。枉费当初了了爱付出，甘日子变辛苦。想当初如何来弥补？也叫爱的什么缘故，用阮暗示我。我的心要牵对落你的绝情冰冷的心窝，只好来看破，祝你幸福快乐。塞纳拉，塞哟纳拉，惨着雨水，不愿想起失去你，人生要如何？下面缘故，因阮暗思我，我的心袂堪对落你的绝情冰冷的心窝，只好来看破，祝你幸福快乐。Sayonara Sayonara， 惨着雨水，不愿想起失去你。人生要如何？来，继续由咱的这个伟宏大哥要来安排国语的歌曲《我的眼睛在下雨》。过了一个下雨的夜晚，是你让我浪漫的生活变得如此平平淡淡。你用醉人的春秋洒下无数温柔的陷阱，
能忘记你是谁，无怨也无悔。那个大哥好，你好，你好。哇，那个你的那个华语唱得很标准。哦，你是哪里人啊？上海人。哦，你是上海的啦。是是是。啊，你现在是住在台湾还是？在住台湾。台湾啊，对对对，啊，你是祖籍是？上海，现在上海。对啊，你现在还有回上海吗？哦，常回去，啊。常回去啊。对对 对。哦，你唱歌很好听呢。哎、欸，对，你看这唱起来，这首歌是女生唱的。哦，原唱是女生，你知道她原唱是谁吗？李茂山，是不是？你们是学那个李茂山的版本吗？反正就不是飞讯，就是这些歌嘛。对，这首歌是原唱，好像是女生。女生呢，啊？对对。哦。所以我听起来你的声线呢，很适合唱高音。是是是。对，然后唱起来，你这首歌唱起来听起来很柔，很舒服。是是是啊，啊，你在台湾呢？他差不多住几年了？哦，很久，十岁来的。十岁就到台，47年，对对对，就到台湾来，啊。对对 对, 对。所以你的工作也都是在台湾，对吧？是是是，几乎都在台湾嘛，变台湾人了嘛。哦，对哦，很棒，台湾人啦。啊，台湾人 啊, 啊。对对对对对。啊，你那个是住在台北市吗？新竹市。新竹市啊。园区。哦，啊，你是在做那个什么样的工作？我做照明的。哦，那电灯，电会，像我这温电很容易就点会。那美国奇异啦，飞利浦公司以前在做这些。哦，真的啊，是是是，对啊，那董事长哦，谢谢啊，谢谢大哥，谢谢啊，好，谢谢谢谢。哇，他这首歌听起来是很少有男生唱的这么好听的哈，真的是很棒啊。来，继续有的我呢，下一位是咱的方菊姐，要来安排后首好听的歌曲，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你无了解我，一口开疼心，好大大声，像大魔，无卡开我，我是一个不甘心。小姐听这知影，原来你不曾爱过我。心的锁匙交予谁人，我也无想要探听。一句的温暖，无第二句的安慰我，一口开着心，好大大声。我是一个不甘心，滚滚的目屎，小姐听这知影，原来你不曾爱过我。我无了解你，亲像你无了解我。心好大大声，像拖磨，无甲开我，我是一个不甘心，滚滚的目屎，小弟听这知影，原来你。谢谢，一首好听的歌曲，原来你唔爱过我，所以安排着我的静子姐，你所这个演唱的歌曲《风水好也水》，谢谢。
静之姐哈、嗯，你唱歌有人给你翕相呢？听甲王叔叔啊呢？哦，谢谢。哦，啊，上条是你第几摆来咱四个电视台？First time， 第一次，第一次啊，对，初登场，哦，欸、初登场，哦啊，但是我觉得你的歌声哈，还有你的那个台风哈、嗯，基本上好像都是老手了。你是在北部有在常常在表演吗？我是住住台中，台中，台中，对，那、啊、你怎么会跟北部的那个陈理事长，钻石歌友会的陈理事长张美红、啊、姐姐，她、嗯。啊邀请我一起来，是啊，我也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嗯、啊，受邀，真的遍及哎全省呢，你看我怪蛮贵的了，哎呀、啊，会员一万多人，特别高兴。哎、啊，啊、你在那个在台中那个有在看信吉电视台吗？当然有啊，有啊是忠实的这个歌迷，哎、啊，这是你们的节目的忠实的观众。那、啊啊、你台中住哪里？大理。哦，台历哦，我们台历也很多客人呢、欸，对对 对, 對，真的哈、哦，有来我看了好几年了，啊、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参加，欢迎有时间常来，好不好？谢谢啊，好，谢谢，哇，那呢，陈理事长哈、哦，他、啊、讲实在，啊，台中的也有台北的也有新竹的，很哇，无怪呀，你啊看，伊迄几，伊看伊会员，钻石歌友会会员一两万人呢、欸哦，对不对？真的，邀请咱这观众爱唱歌也唱安尼，哎、欸，咱家里咱若大北部的，咱来找陈理事长的，咱家里面的团体。对啊，因为他们很庞大呢、欸，人数庞大呢、欸，对对对对对。来，好来，啊，咱这个十二点到两点，我那到慢慢接近的这个尾声哦，啊，要甲咱朋友来报告吼、哦，这两点钟的时间的服装赞助嘛，感谢到咱的。红豆流行坊吼、啊嗯哦，雪纺纱哦，啊，若有介意的吼，再卡好咱的红豆，啊，若唔知道电话，再卡电话来问就好哈、哦哦。好。啊，开到会时的这个电话，你拢啊知的话，就卡电话来问哈、嗯哦。来，继续又到阮的菊梅姐。哦，就这条歌拍唱呢，好听呢。但这首歌很难唱，看他的样子应该很会唱。哦、嗯，我们来听听看哈。啊，买这首好听的歌叫《八面玲珑》。幸福甲快乐，我要。
这几条歌足歹唱的啦，你唱得足好呢。嗯，有，有点开口哦。然后就从小喜欢唱歌。哦。来这边唱歌，都是从小都喜欢唱歌的。对。啊，所以基本上要把歌曲唱好，基本上要下一点点功夫了。一直练啊。啊。就练。为了要来这里。啊，你刚好对老师的耳不？是有在上歌唱班。哦，歌唱班哦。啊，你歌唱班拢基本上拢只要训练拢对中国台语歌较侪还是讲。你们在北部应该都学国语比较多呢。我们都会差两首国语。哦，两首国语。对哈。哦，弄两首啊国语的。啊，基本上拢是闽南语较侪的对啊。是。哦，啊你加入这个钻石歌友会拉偌久的时间啊？也是第一次。哦，第一次。第一次跟刚才那个镜子，他我们三个是从太平来的。哦，你们哦，你也是从台中来的、啊，是哦，所以你是经过那个陈理事长邀请，啊，你有台中坐高铁来家的对啊？我们开车来，开车来，哦，你赶紧开车来哈、哦，谢谢谢谢，感谢啊，这哈，继续有的，我后一位是我的阿诺呢，是咱的怡彩姐，好、嗯，要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九月玫瑰》。单千里，梦未。
开满到月时，一段故事你藏在心心内面，陪你走过的几回开满的巷仔边，听你讲明心刻骨少年时，风雨满天错过约定的日子，不愿放弃生生世世等待。抽着朋友的玫瑰，刻着两人的名字，离开爱守候，可怕等千年。梦回求天满心内，一步之远心影里，明明相爱，白首会离弃，今生无缘再相见。也永远对伊去，你的水是女人的情意。就像朋友的玫瑰，刻着两人的名字，离你爱守候，苦苦等千年。梦回秋天满心泪，一步之远心影里。相爱的心会离弃，今生无缘再相见，心也永远对伊去，你的水是女人的情意。哎，咱的张姐，我问一下吼，你我拢住台北吗？我住台中。那我也真来拢台中诶。我们三个住在一起。哦，刚刚这三位就是你们在住在台大理啊？对。哦。哦，所以讲因为这因缘际会下，你才认识这个陈理事长对。哦、嗯，所以你们是厝边啊吗？不是，我那个跟那个静子姐姐一起来的。哦，哎、啊，拢是拢好朋友啦，姊妹啊伴啦。对啊。啊，姊妹啊伴，就讲跋筊，咱就招来跋筊啦。互相相友啦，唱歌，咱就爱唱歌，咱就来招来唱歌。对对，咱这拢是爱好唱歌的歌友啊。对，所以讲安尼好啊。啊，那如果讲啊有食饭，搁加一个，对啊，加一个伴，啊，恁搁招一个好啦。好啊。啊，盼望全部搁多好。多好，四卡多好哈。四个人刚好。性格一个好所在嘛，大家爱来嘛，哦，所以爱吃就来咧，好啊，谢谢，谢谢，哎，好，哦，这我讲个真诶啦，人讲哦，凉高凉，风高风，温故会高冻工啦，啊，你看爱好唱歌的人，你看大家啦，个个都是帅哥美女啦，对啊，啊，你看唱歌绝对袂变歹啦，所以咱人哦，足奇怪，和这个际遇足奇怪，有当时啊，比如讲咱都毋是遮个人啊，因为这个有可能结婚了啊，来到这个所在啊，熟识伊只诶厝边头尾啊，总变作好朋友，啊，变作好朋友了，有可能诶，比如讲啊，你的兴趣跟我兴趣同款，哎呦，啊无咱相招啊，无咱做伙来看要参加什么活动，对啊，所以你看人生哦，真正诶咧，那个路程当中会遇到不同的人，对对对，啊，咱基本上咱电视上诶爸爸妈妈。你即马有可能吼，你无接受到唱歌，但是你即马开始看电视节目，就是看唱歌。看到尾了，你其实吼，脑中歌友吼，这种歌友会，也是讲咱种吼，这种爱唱歌的团体，加入真正袂歹啦。所以其实吼，你也看哦，咱人是安尼哦，比如讲爱唱歌，然后即群的朋友就是拢爱唱歌的。啊，那爱跳舞的，即群的朋友就是拢爱跳舞的。啊，你爱跋筊的，即群就是爱跋筊。兴趣都拢同款。嘿啊，所以讲，其实吼，我讲，各行行业拢袂歹，但是。往往就是讲，咱会去消磨时间，搁会当交朋友，上吊是哦。唱歌搁会当顾身体呢。嘿呀！你看，大家吼，你看
话拢是足济岁呢，来唱歌吼、嗯，你看电脑人拢愈少年呢。对啊，会当打扮家己，不你啊看吼，但是啊，咱若无即个场所吼，咱讲实在，若要像打扮家呢，嘛感觉无一个所在会当互咱安尼打扮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唱歌绝对袂变歹，唱歌绝对袂互你乌白开钱，唱歌绝对敢若是种交朋友，吼啊，大家会当讲借这个机会，拄好咱陈理事长拄好一只，伊的全台湾的朋友，伊的会员有万几个，我希望讲明年到我诶，咱搁甲访问诶时，伊会变成两万个、三万个、四万个，全台湾拢伊诶朋友，安尼好不好？真好，要做这样我无简单呢，爱出烂呢，真的。是啊，辛苦你啊，陈理事长。来，继续又到咱诶，哎呦，我拢看你诶名，你拍博啊哦，咱咧做节目诶朱大哥。嘿，洪明大哥。哦，我今日看到你庐山金明博啊了哦，台北诶好朋友。好来，咱诶洪明大哥要来安排好听诶歌曲。偷心。海誓甲山盟，偷走这段真感情，一心予你。啊，不通坐伫这的地里心，我遐尼定，定甲好差侪事，拢变平平。摇摇啊摇，摇出苦苦的情意。不想了解，苦乱心机。风吹目屎流啊流，流落听。伤的心，不想了解，会当冻结。苦苦流恋，情海深过秋时，无顾酒坛海誓甲山盟，偷走这段真感情，一心予你。敢通做一世的做人痴，看遐尼冷，冷甲风卡袂手，拢冷冰冰。摇摇啊摇，摇出苦苦的情意。不想了解，苦乱心机。风吹目屎流啊流，流落听听伤的心。冻结，苦苦流恋，情海深深。红尘做一世，做你心，看遐尼长，长甲风卡袂手，拢冷冰冰。摇摇啊摇，
看到你哦，我系讲，今仔日咱搁看到你，就是代表讲咱的缘分，就是绝对袂断的啦。七个啦，吼，阿哥用你。对，你还搁会记七个的代志哦？当然嘛会啊。哦，我系讲啊，你平常时啊，拢下早拢八点咧准时看，我看你拍波，我。有啦。你若拍一摆波，我爽一摆。有啦。系啊。因为一个五年两千人，阿哥你做啊？好，我知。有。哇，你今仔日哦，真正咧做一档。这几面啊，吼，咱无变呢。是啊，有来过啦，拢无断的啦。赶快拢只管，拢唔捌甲管过呢。救对啊！谢谢。啊，咱等下嘛，搁坐高铁等去台北。啊，对，我要往回。哦，阿外讲啊，有闲较接来。哦，阿爸较接来咧。好啦，好。有，谢谢猪爸爸。哎，你都小朋友唔足。哎，国中诶，国二啊，国二啊，哦，你看偌久啊？啊，才七个啊，你甲即阵啊，你看几档啊咧吼？哦，差偌档啊啦。谢谢猪爸爸，谢谢啊，祝你身体健康哦。哦，看来啊，老当益壮。你要看阿爸哥会记你七个诶，咱诶活动。所以讲唱歌吼，唱歌即个好处来讲哦，会当咱人变少年。嗯。上重要是。唱歌绝对袂让你搁长高啊啦，但是上基本让我们身体会健康。对呀，你看阿祖爸爸咧，家个体安尼坐吼，啊坐等于台北坐来家，伊啊坐来坐去。对啊，精神体让我真好。再次甲咱感谢咱的钻石歌友会，感谢恁拍破我者，因为咱这吼。两点钟的时间，我来到尾声，爱甲咱遮的这个北部的朋友，咱来自啊钻石歌友会遮歌友，哦，咱遮的好朋友，都甲恁谢谢，甲恁参与，啊，包括咱转台咧收看咱的节目的遮朋友，我来到咱上界重要的广告时间啊，等下吼，搁一首歌曲。广告时间，那如果有介，爱紧唱哦。这今仔日这场绝对无第二摆啊！哦，啊，希望咱的好朋友甲咱多多支持哈。谢谢。来，继续由到咱的昆山大哥甲咱这个易如姐妹来安排好听的合唱的歌曲。秋好，一枝米。小无奈，看走这。
寂寞的歌，来对对对我的心肝，让你看我的心痛。一暝的火车声不停不停，再会来过。讲的对不起，我袂去讲出嘴。请原谅我点点的离开，点秋风的滋味。啊，点点的我，我请你看卖。我今夜袂当等待的。我的关怀的心痛，一暝的秋风声无奈无奈，看着这寂寞的歌，来对对对我的心肝，我的关怀的心痛，一暝的火车声无停无停，再会啦。点点的